但出机会还是得坚决投。位置很高的掩护，纪伟直接打到四五度，鹰手机第三次进了。鹰手机在这个阵容当中很关键，很敢投啊。对，牛角，来牛角，牛角，布兰德下顺，好球，好球！哎，这球位，腋下塞球，真漂亮。这纪伟啊。曾指导最清楚这个后卫利用掩护之后啊，这个但是两人有默契。回，你看，三高度嘛，这大跳步啊。对，因为你最过的是烟手旗距对张好佳呀，你后卫距就分开。好球！好几脚，看看踩线了，长两分，这是小旭以前的招牌特点。招牌，还是就给你中距离外线强挤。要把往里边赶，管他三分球，接球投。管他现在这个接球就投啊，真果决啊！替敢不敢给？哎呦，哪里投？没时间了。纪伟快追，快追！速度往追，纪伟靠一下，漂亮！先避个道。慢慢拍，这球你可能刚好让他踩上他那点，这球就进了。对。好球，纪伟。篮板，这段时间没有死球，朱基上不来，空中漂亮，空切啊，跟进啊，幺三幺，幺三幺回到二三，那徐杰站在最高这个点，全顶三分空了，就是很空啊，这个地带，这个是一个什么联防的阵容呢？因为徐杰扩的就是很往上嘛，对。因为他知道嘛，自己投那个球第一个劲儿要大，对他第二个泄了劲儿，他泄大了，对，泄过了，联防了，纪伟全顶三分，哎呦，手真硬啊，是赵纪伟，手真硬，还是联防，纪伟，哎呦，纪伟这节关键三分球啊，三记三分。都是弧顶，纪伟知道你给我的机会在哪儿。